职报告，五六年级女单，杨梅国小张艺璇，长庚国小李若婷，请至第四场地准备出赛。竞赛组报告：五六年级女单，丽林国小洪艺兴，杨梅国小林应彤，请至第一场地准备出赛。竞赛组报告：五六年级女单，瑞普国小陈维珍，长庚国小施应成，请至第三场地准备出赛。五六年级女单，碧林国小郑永丹，中二国小于荣怡，请至第二场地准备比赛。